有啥办法嘞？小伙子慢慢分明天就是风大小的事儿，椅子多了你不用大一点，大一点椅子，椅子小了吧你不用小一点。没有了，好分不灵啊！没有了的好玩意吧？没有了的好玩意吧？再加料，再加点，再加点料，这一弄一弄料，它不讲就改不了。啊！接着，压住风，它就继续风就行了，不是？不用等，等嘛，不管用，不用等，不用等，你等它干什么？往前稍微移动，哎呦，不灵了，再往下来一来，不让往这来一来，往这来一来。别拉着，稍微往这。Thank you.